几分钟的时间呢，辽宁队是在半场形成了这种压制性的进攻，而新疆队解围呢也没有能够把球踢远，连续两下这是弹向了自己的球门方向，球进了，哇，有点意思啊，有点意思，这个球实在是有意思。新疆队是两下自己的解围，第一下呢没踢远，倒问题倒不是很大，第二下倒钩又给皮球带来了一个非常强劲的这种不可预测的旋转，伊尔杰尼呢在出击的过程当中开始往回收，